哎呦，还生气呢？明天我就把他最喜欢那件衣服给他缝上，什么乱七八糟小花布，你看他生不生气？肯定生气呀！姑娘，看，你就给他缝上这个啊，把这个喜羊羊给他缝到皮夹克上，他肯定也生气。给他缝最丑的懒羊羊，丑不拉几。快拿着，不知者不怪嘛！啊，快拿着。 他呀，又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今天的什么表现呀，多没礼貌啊！你哪像一个有教养的孩子啊？妈，你干嘛老帮着他说话呀？你说他一个小时工，真把这当自己家了，想干嘛干嘛，也不跟主人打个招呼，你还怪我发火。就这小时工，这次不说他，下次他更得寸进尺了。你看你这一口一个小时工，一口一个小时工的。 那话多伤人呐！啊，那小时工不也是人吗？那想当年妈年轻的时候，你跟你哥哥还小，妈为了养你们两个，不也做过小时工吗？还做过保姆呢。那在你眼里，你连妈也不尊重了，瞧不起了？不是，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嗯，我其实我之前对李叔印象挺好的。 我就是觉得他怎么事先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啊？这件事儿呢，确实他没打招呼，那是他的错啊。可是他是妈请来的呀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嗯，别这样，我不怪他，不怪他就是了啊。行。哎呀，姑娘，嗯，其实啊，妈就希望你呢。 将来长大了，不管是成功也好，还是富有啊、贫穷也好，得学会尊重别人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就是做人呐，得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妈。嗯。哈哈哈哈哈。苹果。 来，这交我，往这儿放。哎呀，放这儿。现在上哪找像你这样不惜力儿还肯帮我们干活的老总？我可不是老总啊，我也是来打工的。哎 谢谢了啊！那谢什么？真是谢谢。对，不着急，一二来。这个给我就行。那还得把它再怎么样？慢点儿。呀，这就是依依吧？啊，对。 依依啊，这就是你李叔叔。李叔叔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每天都来帮人弄吗？对啊，我得赚自己的生活费。哦，真是好孩子。我来。哎，好。谢谢。来，对，扶住，不着急。 好，大哥，哎，你好，想买点什么啊？啊，那个，这有牛仔裤吗？有，哎，后面多的是，要给你找。哎，有没有破的？哎呦，大哥，您说笑了，我们这全是新的。哦，
您说的是那种水洗白有点发旧的那种吧？不是，我是说那种就是那个破了带洞的，就露肉露肉那种。我说那种破就破那个带口子的露肉的。我知道了，大哥你还挺时尚的。哎，这件怎么样？你看，我想好像不太对，我想买就这种。你看我这裤子啊，想买和它差不多一样的。我这原来也有洞，这都补上了，你看就带洞的，哎，就恢复这个这裤子。这件怎么样？这女孩。对，你看颜色，但是洞太少了。你看这个洞都多了，你看。大哥，您这是什么牌的？我看我的。哎呦，哥，这咱家可没有，这人可是名牌。您看这手感，摸起来都不一样。是吧？就是，哎。哥，我给您推荐这条，您看怎么样？您看这条挺好的。那算了，我还要这种，那我就不买了。哎呦，大哥，您看我给你找了半天了，不行，给您弄个仿的。您留个电话，过两天给您打电话。那个，那算了，谢你。哎，那仿的不能要，谢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你总算是回来了啊！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呀？啊，你给我打电话了？嗯，我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诈用手机，老以为人家铃声响，我还不小心给调静音了。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去给佳佳买裤子去了，还买不着她一模一样的。这个，你还真去买了？不是，你真行。那孩子有裤子穿，那小孩你惯他这毛病干嘛呀？啊，不，我这样想的。哎，其实北国商场啊，有一款裤子和家这个就非常接近了，700多，我想给他买过来。那么贵啊？那不能给他买啊！我跟你说，他呀这条裤子就是别人送的，我才让他穿，要不然啊要我自己买，我绝对不会。行吧，这事儿到此为止吧。那就麻烦你替我给佳佳说一声，就是我错了，好吧？你看你怎么老想着这事儿呢？谁错了？那是孩子，不用给他认错啊。嗯，我跟你说说妈吧。嗯，你说从打你走了之后，你猜这老太太怎么的？怎么了？她说什么就让我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回来，说让你带她去菜市场。哎呀，我就想哈，你说妈这是要好了呢，还是说这是亲情的力量呢？没琢磨明白。不，我觉得好不会这么快，可能是冥冥之中，耐心等待。反正是好事儿。哎，教我，都给我，我来。我来。哎，本重两重干，来，你歇着。大姐，你要下班了吗？干嘛？啊，这会儿挺晚了哈，这还打扰你一下。这个你看这个，我又都给拆了，我都又拆来了，你麻烦你帮我去运运，好吧？你这不多此一举吗？你看。是，现在确实有道理，你说对的，孩子时尚，大人也理解了，再去运运吧，就恢复原样，我这都给拆了。好，看着孩子的面给你免费了。哎呦，谢谢大姐。真是多此一举。叔叔一大早送过来的，上面那些补丁都拆了，还
还给你熨得平平整整的。高兴了你，赶紧叫奶奶吃饭。你说你做什么呢？啊，回来了。啊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，你们三人一起回来了？今天补课时间短，我去接了他们。哦，好好好。快去，我一会儿再去。哎，都准备准备，赶紧该洗洗手啊！马上开饭了。啊，佳佳还给你泡了红糖水啊。女孩子啊，怕冷，增加热量。说，佳佳，哎呀，佳佳，这个昨天是怪叔叔太冲动了啊，没有这个跟你商量，就自作主张了，向你说声对不起，好吧？没事儿，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难看，仔细一看反而觉得挺前卫的，所以我又给补上了。那叫前卫吗？那叫歪打正着。哦，那好，那也好，那就好，让你没这生气就好。不过黎叔，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事儿，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好吗？好的，一定事先跟你商量，好吧？行了，你们俩赶紧洗手，准备吃饭。嗯，过去了。嗯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说没事吧？哎呀呀！同学们好，哈哈，我们又见面了啊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个骑大飞狗的故事。齐啊，就是战国时的齐国，齐楚燕韩赵魏秦。齐是排在第一位的，是个大国。偶呢，就是配偶，也就是结婚的对象。当时啊，这个齐国的周边的小国的国君呢，这个最害怕齐国的国君。遇上齐国的国君呢，欺行霸道，惹是生非，他们呢尽量是忍，忍气吞声啊，要不然这齐国的国君一不高兴，很可能派部队就把你给灭了。这个齐国啊，为了控制周边这些小国，他还有个绝招，就是把一个个公主啊，都许配给周边这些小国的君主做老婆，于是这些君主呢，就成了齐国的女婿。这齐国的女婿能反对齐国吗？哎，即便是有了矛盾，这老婆在枕头边吹吹枕头风，他再大的战火，他出溜出溜。他也给吸了，对不对呀？一旦是有大国侵略这个齐国，这些小国还能够抵挡一阵子，这哪有女婿不帮老丈人的呢？但是这些小国就成了二等国家，哎，忍受着许多不平等的税赋掠夺等等。所以后人呢就说啊，这个齐国虽然很强大，但是不是结婚联姻的好对象啊。齐大飞狗就是这样来的。李老师，你请进。吴老师，快请个茶，这个刚泡好的啊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您这个上课这个挺辛苦的，我一直站那儿哈。还好还好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我给你按，我给你按。哎，不啊啊啊！这边别，我这会儿正好，这会儿也没事儿。再说呢，你像您这样的大师，能给你按是我荣幸。真的，没事，我按你，真别客气。哎呀，你按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你是在这里干什么工作的？哦，我就在这，就是做一些服务性工作，啊啊，服务性工作就是啊。
你这手法还不错，是吧？我学过专业啊，我会专业按摩啊。你要需要，我经常给你按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哎，你是不是长期在这里工作？啊，也不是，我是临时的，就是比较忙的时候，忙不开，让我们过来帮忙。你像今天您的观众那么多啊，肯定也忙不过来，让我们过来帮忙的。那个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啊，你说，这医院里有一个护工的工作，你了解吧？哎，别说护工了解吧，我不是一般的了解，我还干过呢，而且我干得非常好，我专门伺候过老人。啊，他们都很满意，是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小伙子，不，我坐进去，哎，没事。来来，你先坐一下，坐一下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来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这我不知道从哪说起。您说吧，老师。这个，我家里啊有个老父亲瘫痪了。哦。这个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伺候？我愿意，我太愿意了，真的。真的？这真的，我就愿意。哎呀，愿意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呢，平时啊都是我来伺候这个老爷子。嗯嗯，这你看，这不是一录节目就没时间了。对对对，您现在火了，特别电视台节目特别多。这个，家里请了一个保姆，是个女的，也不方便，所以我想请个男的，有劲儿。这不，我正在找人。今天遇上你了，这不是缘分吗？对，是缘分，太没问题了。我这个伺候老人最拿手，你老说我具体干些什么吧。这个具体倒没有更多的活，就是每天呢帮这个老人家翻翻身子，擦擦身子，主要是怕生褥疮。你放心，这个我拿手，我一定把老爷子伺候的非常好，让你满意。是吗？真的。哎呦，那太谢谢你了。那谢嘛。你这样吧，你明天就到我家里去，关于这个报酬啊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，你说了算。不，吴老师，我可以不要钱，真的，我愿意尽义务。哎，不，这个报酬还是要给的。啊，好，这样啊，咱两个今天就说定了。嗯，我呢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你明天一定去。我一定去，你放心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不，是我的荣幸。哎呀，好。你看这今天这真是，来来，你喝水。哎呦，好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行。先生，这几位就是我给你们推荐的高考辅导老师。哎，各位好，打扰，都是有丰富高考辅导经验的老师，他们想跟孩子聊一聊。看看孩子的情况，制定一下补习方案。好嘞，各位老师好，那个他叫李佳木，叫他佳木就可以了。是高三的学生。佳木，各位老师好。各位老师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坐吧。好嘞。坐吧。你好。佳木同学，你好，我是数学老师牛雪梅。数学老师你好。你在数学方面有哪些觉得费解的可以告诉我吗？数学算是我的强项，就是一些小题总爱错，总爱马虎。佳木同学，我是语文老师，语文你需要补什么呢？语文老师你好，那个语文我记忆能力挺强的，就分析能力差了点，在阅读和作文方面需要加强。佳木同学你好，我是英语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英语语法这一块掌握的如何呢？语法还行吧，就是总弄混。好，那以后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过来问我。佳木同学你好，我是化学老师。化学老师你好。化学公式这方面你掌握的怎么样呢？还行吧。下一步我会加大这方面对你的辅导。好。谢谢老师。佳木同学你好，我是地理老师，在地理方面你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过来找我。我地理那个好啊。哎呀，感谢各位老师给您添麻烦，我这孩子说实话就特别聪明，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爱犯的心里的小糊涂什么的，今天来呢就拜托各位老师
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请各位老师就是多多帮忙，多多帮忙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多多帮忙啊！我跟你说，家务，这回我的心里啊，可算有底了，跟你们学习。我可要疯了啊！不是四叔叔，你别走了。妈，不是你从哪儿弄来的那帮老师啊？能帮我提分吗？当然能提分了，你是不知道他们送了多少学生到清华北大呀？什么呀，哪儿有经验呢？你看那个，尤其是那个物理老师，哎，水的特质，神经兮兮的。还有那个数学老师，长得像只猫一样。不，什么呀？我听他们说话，我都快疯了都。佳木啊，千万不能这么说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费了多少心思才把他们请过来呀、啊？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听完他们这一堂课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，我真的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上课。我上课我真疯了。听我说啊，听叔叔说，一定要坚持，你懂吗？坚持就是胜利，好吗？司徒叔叔，不是我不坚持，我现在脑皮都硬了，脑浆子都糊了，真的，我不骗你，真的。不行，有一点啊，为了你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妈为了你这个学习，你知道她费了多少心思？她每天还忙活那个店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为了妈妈，行吗？哎，我知道。那多辛苦啊，她，好吧？坚持，一定要坚持。行，那为了我妈，我豁出去了。汇报一下，你折磨我，折磨我没高兴，不是折磨你，这不一样。放心吧，陈经理，嗯，我知道，打到我们卡里的那些钱，查到之后就马上给你回电话，谢谢对我们的帮助，再见。我们回来了，哈哈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见到老师了吗？见到了，六个老师，你想想，每一个老师加个十几分的话，我们就分数线就够了。真的？啊，太好了！别说，这次这忙啊，算是帮到点儿上了。说什么呢？这是帮忙吗？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对不对？啊？哦。怎么了你？不高兴呢？妈。我这回彻底是被打败了，那帮老师都老掉渣了。怎么说老师呢你？他们一点礼貌都没有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你得领情，知道吗？你看看司徒叔叔为了你找这几位好老师费了多少心思啊！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得好好学习，珍惜这次机会，知不知道？不是，可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好了，别说他了，孩子也没说什么，是不是？饿不饿？饿了，我也饿了，吃饭去。走，你去去。我不去了，吃过了。走啊！你们去吧。那我们去了。不管，走了。吃海鲜，吃海鲜，必须的。好了啊。嘿嘿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好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那咱回家吧。咱玩一盘。啊，还想再玩一盘？嗯。行，好好，我来摆，我来摆好啊。好，这回，哎，那个人是谁呀？怎么看有点面生啊？这回啊，是这个颜色。咱过去看看，要不咱过去给他打个招呼吧？啊，很贵的。老太太，跳棋儿吧。是。哎，大妈，哎，他是你什么人呀？嗯，他是我师傅。师傅，哎，您是老大妈的什么人？我那个，您嗨嗨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是丁杰家找家政吧？哼哎，那大哥，您晚上是住在这里是吧？没有，我就是白天陪老人，晚上走了。哦，暂时报个派出所呀。大哥，嗯，您有身份证吗？有啊，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我是身份证忘带了。您是哪个人呢？我是这郊区的。哦，你能记住你的身份证号吗？我这个人对数字概念可能不行，我还真记不住啊。这样也不太好，你看我们干这个居委会工作的吧，就是您要是还继续要是在这住下去，那您就得到居委会去登个记。
因为回头如果派出所知道你给他批评我们工作没做到位，没有这个安全意识，是吧，大哥？好好好好好，那行，我尽快尽快啊，好，啊，放心吧，好，谢谢你，行，好好好，哎哎，好，好，再见啊。好好，老太你又赢了。好了，咱回家吧哈，天有点凉了，好不好？咱回家回家。那主任，那怎么办？回家回家回家。咱们回头找一下婷姐吧。那咱先回去。你好，杰杰洗衣店。杰啊，我是咱们小区居委会的陈主任。你好，有事儿吗？有个事儿，你得马上到居委会来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来了再说吧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好的。韩姐，帮我照顾一下啊。哎，好嘞。陈主任，你找我？姐，哎，那个最近啊，有人反映说，你们家有一个男的。你也别多想啊，我们就是想落实一下，他是谁？他是你们家的亲戚还是家政啊？那个，我们家请了一个小时工。哦，他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啊？外地人。哟。那外地人他得办个暂住证。你看咱们现在社区啊，加强安全意识，那个提高这个治安管理嘛。嗯，你看派出所呢，要求凡是外地来的人，他都得办暂住证。是。你呢？那回去呢，让他拿着身份证啊，过来这儿登个记。嗯。然后呢，到派出所去办个暂住证。拿身份证啊？哎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回去告诉他。谢谢陈主任啊。行行行，那您慢走，再见。哎，哎呀，我就不该听老太太的，不该带她出去。那个什么，你郊区那个身份证不是快下来了吗？要不行，你抽时间回去一趟。真的，现在没有身份证，你到哪儿都不方便。哎，不是有那种那个临时的吗？那种也可以开临时那种那个居住证啥的。你说再跑到郊区，我说想想都出溜。不，那个临时的肯定不行。你想啊，现在他们能找到我，就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你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明天我请个假，我开车带你回去去。哦，那倒不行，你工作那么忙，你忙吧。我坐公交车也行，挺方便的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怎么不打个电话？快进来！德利，宽子回来了。你看来就来吧，拿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说打个招呼？嗯，那车站接你去。啊，不用，他的长途车也没点儿，那么大人不用接。驾校型的啊。那你回来是？哦，我回来是拿那个身份证的，不是半个月就可以办好了吗？哎，怎么还跑一趟呢？你打个电话让你姐给你快递过去不就行了？要不快递现在来不及了，我就亲自回来拿了啊，这个急用啊，我亲自去拿啊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嗯，户口本带了吗？带了，户口本带了。哦，我户口本带了，带了。啊。你看。嗯。
这身份证办下来了，以后办什么事儿就方便了。是，到哪儿都方便了。嗯，宽子，嗯，怎么样？工作有着落了吗？啊，工作现在有了，还行。我不有个好朋友叫那个建新嘛，他不在那个新洲饭店老当老总嘛，一直帮我啊。我在他那儿干电工，挺好的。嗯，孩子们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一开始我见他们太难了。因为丁姐考虑到我这个身份比较特殊，如果孩子一旦知道我是他爸爸，是怕影响他们将来高考，对吧？这个很难理解，我也理解了。后来我们就商量了，好吧，再等孩子高考以后再说。那这钱我只能偷偷摸摸的看他们啊。嗯，这后来丁姐可能有点受不了了。嗯，后来她想出个主意，让我回家呢直接干钟点工。就这样的话呢，我既能那个，照顾咱妈，也能呢抚育两个孩子，也能替丁姐分担一些。哦，对，这个事儿啊，你还真得保密啊，就我的身份，也别让孩子知道。给杨德利打个招呼，到时候啊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嗯，你和孩子们处得怎么样？还行，因为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个小时工，还好。哎，但佳佳特别乖，佳木呢，好像有点个性，男孩子嘛，啊，也可能到青春期了，这个我能理解。总之，基本上还都不错。嗯。嗯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姐。嗯。你得问了半天，你咋不问问咱妈好不好啊？丁杰照顾咱妈错不了啊。那他照顾是他照顾呀，你不该去看看咱妈吗？我在那边待那么长时间，从来没看你去看过。杨德利那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一提去看咱妈，他就和我急，他生怕背上咱妈这个包袱。你来之前，我们还吵了一架呢。为什么？本来是因为他打麻将输钱的事儿，后来又扯到你落到咱妈的户口上。哎呀，你说我户口落在哪儿，你跟他挨得着吗？我都不在家住了呀，他怎么还容不下我呢？哎，那个大姐，哎，你这原来不是叫那个王嫂鸡汁卤豆腐吗？对呀，嗯，怎么现在不是这个名字了？这不赶时髦，跟国际接轨吗？那上面有小字啊。小啊。哦哦哦哦，哎，那个什么，啊，那个给我来两盒吧。好，那您排队吧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好好。你现在知道我怎么想的了吧？嗯，你弟弟的户口在，将来拆迁就得分他一份，要是给他迁出去了，就没他什么事儿了。这法律上不是说父母的遗产孩子平分吗？是平分，要是光老太太的房子，你俩肯定一人一半。可是宽子的户口在呢，就得先分他一半，剩下那一半你俩才分呢。你想想啊，那房子靠海边不远，将来拆迁肯定能拿不少钱呢。咱儿子大学毕业，什么都不用干，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。你记住啊，咱是一家人。啊，你好，来啦！啊，哎，进来吧。谢谢谢。放心，奶奶。哦哦。你就是吴老师请来给老爷子洗澡的小时工啊？对。原来是你呀！吴老师都给我电话交代好了。嗯，老爷子住这儿。
同学们呢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床下斗牛的成语故事。在我国晋朝时期啊，有个叫殷中堪的人，任晋岭郡的太守。他在郡里啊是严厉禁止生了孩子不好好抚养，父母死了不赶紧下葬，大力提倡孝道，一时啊传为佳话。这个殷中堪的父亲呢，得了听力过敏症。有一天呢，他父亲愣说床下有两头黄牛在相斗。家里人呢，赶快查看床下，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可是老人家呢，愣说有两头黄牛在打架，惹得他不能安宁。于是乎啊，这个殷中堪呢，就爬到床下查看实情。结果呢，什么？是两只蚂蚁在打架。于是啊，他把蚂蚁请走，还老人一个安宁。这个故事啊，提醒我们不要凭空想象，要事必躬亲，善于发现事物的真相。哎，阿姨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哦，这个还给老爷子洗了澡是吧？啊，哦，还剪了指甲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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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。哎，这样这样，我呢马上就回去，你让他等我一下，这个我得给人家报仇啊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行，谢谢啊，好，再见啊。吴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吴老师，久闻大名啊，久闻大名，今天讲的真好，太好了。你是？哦，啊，这个是我的名片。哎，哼，司徒总经理。对，你有事儿吗？哎呀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我今天是可以来求你来了。这样啊，要是给孩子辅导的事儿。高考复习等一类的，你就免开尊口。哎，吴老师，吴老师，你看啊，我今天过来找您呢，除了孩子的事儿，还是孩子的事儿啊。那你们就趁早走吧，免得失望，省得搞得不愉快，好吧？